今日ここにて香港島占領に関する全面的な配備を行う。将军啊，香岛投降了。是的，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，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。新的占领区情况总是复杂的，将军您可要受累了。所以我需要助手。将军是希望我可以在人选上给您一些建议。怎么，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？会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。记住，什么都不要带，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。